已经做好了，咱俩吃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咬得动。哦，哎呀妈，弄了半天才弄出来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干冰冻车厘子，看一下味道如何。把这个洗好的车厘子倒里面去，等一下咱下个视频再吃。有点多了，然后上面再铺一层干冰，咱下个视频再吃。这次的车厘子买的特别，个头特别大。这是在网上花了我300多买的车厘子，刚刚收到。咱们来看一下甜不甜。嗯，挺甜的，而且特别新鲜。